九月，桥是我长大的地方，但我已经走远。我走遍了大江南北，从来没有被哪个收编。回到成都那儿才忠心将日本的东京扭转周边。我们不是人，我们是神，想见我们日妈只能在周天。曾经我觉得我皮肤再黑点就好了，我天赋太高，所以肩负的使命不少。但是说上的前途是指定不好，所以我使劲胡搞，没想过搞出个名堂，也没想到搞出了名堂。现在脑壳的逐渐变灵光，没有提升过的只有情商。我的手是一比个 C， 一个 H。飞到谁去，在成都每个社区的门口摆个麦克风，下次 KTV 我们耍的 KTV 耍的是最野的。我说野的意思就是超的，超的就是屌的，屌的就是他们都比不了的。社区没了这个名字太像，想当就要等谢老板来给你盖章。节操羊头猪喝个茶，望江楼它是一环路的 local。我们长得好，吃的饱，接的高，让成都的 culture 迷住好多小娃儿。来个文化的输出，让老板来个 reaction。我们有成都话就推开门，敢拽人我拽着，让我去开坑。你把黑帮，你把我的名字摆起，你就是摆神。好，好，对了。帅，你准备的啥子哦？直接我会上，我会上他的味儿。啥子哦？我就是准备了，像是音乐结束，他不在的话，我也会，我要把他味儿。下次演出我全文背诵。哦。